倒计时100天，第三届进口博览会全新形象篇来了。今天，距离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还有100天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推出全新城市形象篇，60秒动感精彩画面，展现上海的活力，感受上海期待第三届进口博览会的热情。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成功举行，在起帷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广受关注，五五购物节、六六夜生活节促进消费，上海的大街小巷充满活力，令人振奋。 LGR1 新支线客机加快交付，沪苏通铁路建成通车，上海聚焦重点领域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，上海加快推动在线新经济，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，拓展 5G 应用，推广新能源汽车，激发新的增长点。信息时代，新基建提升科创能级，助力上海迈向卓越的国际大都市。开放、创新、包容的上海不断求新、不断发展，以人为本，处处出彩。让我们相聚在第三届进口博览会，与世界共享精彩。